张婷。朋友们欣赏了一段群狗相声，群狗，表演的非常好，让他们下去休息。把咱俩换上来了，演员不容易啊，是，就像我们这些个年轻的演员，后台需要大家多捧啊。这个确实是不容易，三个人把一个传统的作品打磨得这么好，那确实不容易，传统节目人家进行改编了，把传统节目当中肮脏的东西拿掉，好，将更肮脏的要我怎么说稍微说一点这是不乱的，还是都是这么估计的事儿，是吧？而且咱们下去休息一会儿这个说实在的吧，演员就是我认为说相声的跟那个妇联的超级英雄都是一样，什么在我心里边说相声这个行业太伟大了，跟妇联知道吗？复仇者联盟，你说的不是长安街那妇联，是复仇者联盟的超级英雄都是一一对应，不是这怎么对应呢？你比如说我我就是钢铁侠，他们也知道一代钢铁侠，不要脸，这仨字就不会写吧？钢铁侠知道吗？你难着点，我就会一句。你一句你跟这儿演什么呀？我是钢铁，您是钢铁侠。哎，那我想问问您咱们是搭档，对，咱们是一个 team 啊，对，咱们 team 人少点。您是钢铁侠，那我是咱俩一个 team， 咱是好朋友。我钢铁侠，你是蜘蛛侠呀。使用郭德纲语音班的人，
他现在不懂了，我没开过车，我直接进来就演员啊，所以未来通过我的努力怎么样，我认为我也可以胜任德云社的 CAO。 到时候啊，别别今天怎么来这么多爱情，你们是哪头的，我有点心虚。别心虚，我这个人物得有信念感。我想问你，C 什么 O？ 职位洋气点的叫 CAO。 CAO 到那个时候，我那个你先别一出去都是你，我 CAO 张克行。他当不了领导，他还看不了别人好，对吧？我是唱歌。
你要看看你好到底怎么样，没明白这意思，什么意思，咱俩是一场啊，他说你好了什么我也是不是，这算你明白咱俩是一根线上的蜡，咱俩一场，咱俩是搭档，对我好了你才能好啊，没错，你别等我好啊，啊你要等我现在你就得站队了明白吗，你要跟我一个统一言论，哦，你现在就要站在我的立场上否定现在德云高层领导，好，你要敢于跟现在的德云社高层领导说不，嗯，何云平怎么样，不错你舅妈是个寡妇，这怎么讲？你没救了，你不懂。啊，您这领导这股包袱还不如刚才我那不错呢。有人乐，你是说这个效果不是那么欠佳是吧？不是那么欠佳，是不是那么欠佳？是，不到时候否定等于肯定了。就是这包袱不是怎么样，对，不怎么样，没关系，嗯，这不还没上任呢吗？啊，以后我当了副总，这类包袱我会经常包，就这种包袱，观众不乐我都不怕。后台演员，您给我，您太歇会儿，自己隔住自己，太歇会儿了。啊，观众不乐，后台乐，哎，不乐，很少后台能出现爆笑的场面，哎，让他们天天爆。凭什么我乐呀？我当副总对他们有好处。那您当副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看了吗？看见副总脸了吗？光想着哎，我当了副总，他得什么好？他就不想着有一颗感恩的心，说我当了副总，不是给我庆祝庆祝？光想着自己那点小算盘，这没有格局啊！啊你有格局啊！我当了副总，然后庆祝啊！给您庆祝，您说您想怎么庆祝？放点礼花弹不为过吧？放什么礼花弹？北京哪儿都放？北京哪儿都不让放，天安门行吗？那黑子最快，长安街咱不在那街，长安街变道牙子上头，不让放，就在那儿放，是不是？把礼花弹买好，好，我知道，谢谢。买好了，打火机放好，烟卷放好了，给孔刘荣打电话。哎，三哥，骑着摩托来放花呀？啊，我点下力啊！放花犯法，我知道。不是你知道放花犯法，他就不知道吗？那对，你看我不能放，我是副总，我这花捡着，我一弄那打火机，打火机还没着呢。嗯，这不是警察把我摁下的呀？武警，知道吧？啊，那手里没轻重，啪就。当时就给我绑那儿了，啊，我就进去了，啊，进去以后罚多少钱不说呀，出来以后我就有犯罪记录了，啊，对吗？啊，你说我因为放花，给我算个5.1人，我是不是冤一点？一点都冤，哎呀，不冤不冤，同样是封杀，别人嫖娼我放花。享受的过程不一样，对吧？我这也没听着响儿，对吧？这个我冤的慌，你给孔刘荣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嘿，你看看人家怎么看呀？孔刘荣原来放过花，花是在自己院儿，你原来在哪儿放？长山后包上去了，对吧？包上三米多高去，对吧？怎么叫三哥呢？哦，封三米，这叫三哥。住院住了俩礼拜，要封16米呢。别闹！我这说话，废话，你说的话我接不上。封16米，不是封死了吗？还是接着16米就别下来了。哪儿我忘了吧？我也要当
次画画还得动呢。不是什么道理，他就是他还得试试，你着不着？这回甭管蒙多少米，还得住半个月医院。我查了一下，放花是拘留15天，他那个住院14天，他自己保外就医。富裕那一天去那儿给人认个错，给你道歉，签个结案记录。他没什么损伤，牛可真够缺德的。啊，你都像话，这让放不让？不让放，不让放，不让不让放，咱没放啊！你看咱不知道，咱改，哎，咱也没放，咱不宣，咱不放，对我把这话存起来，好，行吗？以后也别存啊，存起来。我想问问您，家就是您刚刚不走以后，嗯，就比方说您现在不走了，走了啊，就后台能给我们谋什么福利？你想知道谋什么福利，你得先知道德云社现在的问题在哪里。什么问题啊？我学历低呢，学历低没有文化是我们德云社的企业文化。这是我们的人设，我们不能抛弃这个，是吧？这个人设告诉我们，没有文化一样可以为社会做贡献，是吧？这个不能，就是现在问题在文凭上。不是，人家怎么有问题了？我看看啊，咱就说我师傅，只要有好事，就有文凭。啊，专场有他吧？啊，助演有他吧？啊，不会唱戏，他不唱戏，他报幕，他怎么？啊，一点，那挣一份吧，他挣一份吧。那酒店他住吗？那果盘都吃不吃？那免费矿泉水都没少喝呢。你跟那酒店服务员似的。我就琢磨着，他肯定这事儿他得干，洗澡玩的没有用人一次性毛巾，对吗？你给他租的房是吧？我就琢磨着，他得干这些事儿，对不对？他享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是德云演出部的副总，他给自己拍呀。自己拍自己自没拍，商演让他多挣钱，对吗？他这点事儿往小了说叫零风雨弊，要往大了说呢，往大了说滥用职权。本人张鹤晴实名举报。零风雨弊，自受不亏。说起来，这是他的员工张鹤晴，不能温饱，父母不能养老，孩子不能小孩。你能先学点好啊？怎么了？有毛病啊！这是其中一方面，就这事儿，反正你丢不丢？最可气的啊！最可气，高等级划分，人家怎么高等级划分了？对吧？我们徒弟出完了吗？啊，他非得来爱徒，对吗？对，请他来的呀，不是你师傅这么叫他来都不是啊，他都就你爱徒，就你爱徒，我们都恨徒。徒弟有恨徒吗？对吗？就说我们都恨徒。再有最可气，最可气的啊！啊，逮谁怼谁，那个嘴一点不吃亏呀！啊，逮谁对吧？逮谁怼谁，我就纳了闷儿，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啊，小文？对了，不想来了，这是他说的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再玩儿一次性。纳了闷了，你怎么能那么大脾气呢？啊，小伦。最可气他堆小饼。哎，我没注意，哥，你先别说注意，小饼是哪个呀？烧饼嘛，过儿那个，他后台就是蹭着那个。这点刚才十分钟之前还一个队长，队长的。现在此时此刻，做菜馍做小饼吧。怎么了？我连小栾都叫了，我还在乎一个小饼？啊！哎，我连墙都不如，我都服你。这以后叫煎饼，我当了副总，不学这些。哦，啊，那这些好事福利都没有了啊，都没有了。就这些，我们不是特别在乎。我现在我就副总了，您副总，绝对的副总，就群里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我们不要轻信那些风言风语，这绝对没有得到我师傅。别说了，不是，我还没拉群呢。啊，没事儿，哦，是吧？啊，对。那就我这，比方说您现在就是副总了，上任了，哎，叫两声。啊？叫两声。副总。张总，那我还叫吗？我先答应这个。哎，我也叫，叫。谁叫？谁叫？
性尽量别叫。我单位怎么全是女职工呢？不要跟那核心竞争力就是。对啊，你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就是就是啊，是您什么总能没事儿，爽还是不爽？我就想问，后台您给我的话，你们要执行后台您给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，后台您给我们谋什么福利？不忙，先放一放。不要再放一放啊！您这你这关键你认可我没用。那后台他们不认可我呀，不认可一会儿我大腕没过后台，那我弄我一顿，你说我怎么办？对吧？别吧，顶多他给我碰住了，然后他们就打我，不过冬了。啊！哎妈的，他这卡偏拿手，拿脚。对他，什么？我给你打幺二零，对吧？因为他们不认可呀。认可，他们也认可。认可，他们也认可也行啊。就是您给我们谋什么福利？忙，先放一放。我师傅还不认可呢，对吗？你们都认可，我师傅不认可，他连五队都不认可了。赶紧单立弄一五队。哦，对吧？我师傅得认可。到时候带我张克勤，那你擅长讲不讲是吧？这是我的爱徒啊！哎，您这不对啊！人家栾城爱徒，您这也爱徒。好，非常好，提的非常对。他爱徒，我怎么能爱徒？这是一丘之貉，我不能与他为伍啊！他爱徒，您呢？我叛徒。没说别人，我不要让他们断章取义，知道吗？你少说两句就好了，你听我算啊！我拦你的时候，你一会儿，还想问问啊？这有盼头，我早就盼着当郭老师的徒弟，盼望着盼啊，盼不盼？盼盼防盗门，现在我后台还有郭老师都认可您了，你们怎么都能认可我呢？也是，我们也是吃货的，都认可您了啊！您给我后台谋什么福利？不忙，先放一放，别放了，再放就馊了。什么月份？天热是吧？啊，行，那我说了啊，我当上副总，我的第一个遗嘱就是要死。遗嘱干嘛？这叫声明啊！我说一说我的声明。我聊一聊我的墓志铭。声明，我要说话了啊！我要发表言论了，就下回你就认可我。我要言语了，我要言师了，还要言师了，好了，啊、言语了啊！德云社增添几个队长，去吧，带去吧啊！去打弟弟去吧，副总。副总啊，去六楼去吧。哎，这干嘛呢？我也是，不是还用他说呀？我们现在就是，那就可以放开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增添小弟。他能增，他增添小弟啊？当初国密嘛。那嘛，那个。我的意思是在国外干的。看出国文了，缅甸北部干一个小兵长。缅北，哎，就在蒙拉和果敢当地儿。行，问你那个啊，那地儿国家不让去。对，但更得干了，更得干一个了。不让去，小丸子给你下来了，他这就下来了。乍一遇到人民群众当中，他心里边不平衡啊。缅甸北部就由小丸亲自负责，告诉小丸，我不召见，不得回京。一句话给栾云成发出去，他走了就行了。商言，咱太商言太商言了，我太了。哦，哎，你记着点，太商言了。哦，您要干商言？哎，我现在一专场，我还没干过呢。就这事儿别往外，知道吗？丢人，知道吧？您就说您干专场，我已经记着。干专场啊，他们专场
都拿开。哦，对，先把这地儿搞好。哎哎，北展。北展多少人？北展3000多。哦，小。小点。小，人少。那个，工体多少人？工体得6万。6万，小。小，小船多少人？8万，就北展了。我现在你转一圈，没速度不够，我转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就鸟巢吗？鸟巢？他们都几天？报几天？怎么也得3天，那报5天？报5天，那2天放点礼花弹。你这鸟巢行了吧？哎哎哎，把这盖儿打开，副总，副总，鸟巢行了吧？哎鸟巢放过礼花弹啊，对吗？这是原来，对，而且放花这人也姓张，对，那人叫张艺谋，叫张鹤球，你要是放完了，有可能还会叫张潘。放完了，如果晴天作对的话，有可能还会叫张某某。你这个高度我有点害怕，哎，有点害怕，知道吧？3万，包3天吧。你两天放花了？包3天，包3天。好，包3天，我把我这花给你，我加存去了，加存去了。啊，3天，光排一天，演出一天，欠台一天。啊，对对啊，不演我能不了吗？您自个儿不演着，没错。这经常的啊，这公开商演啊，公开商演啊。那个谁，秦霄贤。秦霄贤喝酒吗？闲着呢。新一涵。秦霄贤喝酒。新一涵。那个孟鹤堂周九良。孟鹤堂。那谁？先表现不错，把烧饼黄鹤阳写上。04。我问你，您的专辑，对了，高峰暴怒啊！因为我们一家人，不跟咱俩一样，我有事儿，你没事儿。我回头高栾，高没有栾，栾在缅甸回来。栾在缅甸栾的。行，高峰暴怒，我给您记着这事儿。就是您个人的专场演出，没有，就是多余啊。高峰暴怒，秦霄贤何九华，对对，孟鹤堂周九良，对，张鹤堂周九良，张鹤堂周九良，这正些腕啊，给您助演。哎，对了，一直看不去了。鸟巢干专场，我张鹤琴的个人专场啊，广告一打，张鹤琴相声专场。对，我的专场他们不去行吗？我的专场他们不去，他们卖得出去票吗？哎呀，真丢人！他们去啊，去就不退票是吧？这玩意儿搞完了，这个咱就可以拍电影了，是吧？还有拍电影，对，拍电影啊！电影这俩字在这儿是禁词，是吧？那是因为之前不行了，那不因为栾云是脏的吗？我当了副总，我就不在这儿待着了，我就坐飞机走了，好莱坞了，好莱坞，我就跟那好莱坞那个电影制片厂那个主任，电影制片厂主任大裤子这有一撮，知道吧？就那个杨子公是主任吗？在我的印象里，主任都得这样。哎，我就跟他聊去了，奥斯卡知道吗？这奖啊，奥斯卡，我们弄一卡座，我喝去了。您说这是业绩，我打算买版权。好莱坞有什么？咱德云社联名拍。我问您都研究什么呀？外国有好莱坞大片《蜘蛛侠》，有咱好莱坞大片《苍蝇人》。苍蝇人，别闹了，他黑马，我白娘们，我元神，我电魔，他鹰眼，我瞎子，他超人，我杀狗。他钢铁侠，我塑料腿；他灭霸，你灭我；他海王，你海王吧。
棒就朝了。你要再不找我，我你妈我刚才就是那十六哥，哎，十六姐，你不就这么来吗？不让放，不让放，对，不让放，存起来，现在放花少点儿。因为罗云平还没去缅甸呢，又想起来了，再我得想说先给他弄过去，然后我们再庆祝，是吧？我在那个 Q 口上找了两个缅甸黑社会，找两个缅甸黑社会，不是，就是找两个。推的，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人。导演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这么一个人到缅甸，您给我做掉。啊，这个人艺名叫栾云平，啊，艺名叫栾博，啊，小名叫潘潘，艺名栾美娜。他的母亲马凤英，二叫栾美美，啊，又到缅北，又叫他，不是他们这保险的，这啥不保险？3万块钱定金给人打过去。我心里头害怕，你还给人打钱了啊？不能拿完钱要跑了怎么办？我也问他了，我说你拿完钱要跑了怎么办？对，他说您要不信，欢迎您来到缅甸北部，咱们面谈。这人呀都是骗子。我去了，去了，我去了，他没去，我先去的。我坐小船去的，是小皮划艇，到了以后人家够意思，哎，俩缅甸人会喝点儿。张鹤强，耳朵耳膜不长。说话大点声，我张鹤强，大点声，张鹤强，朋友们快出来吧，来活的，这个就是栾云平。我从出位，大哥等会儿吧，别艺名了，艺名说，我张潘，潘潘，对，小名就叫潘潘。给我打了，这都给我打了。打完之后，白天给我关小黑屋，让我进行电信诈骗。晚上给我来一头套，穿一旗袍，上歌厅当小姐，给人陪酒去。你不是男的吗？哎，你到那儿还分男的女的，这是能陪酒就行呗。到那儿有妈咪领着，知道妈咪。你可以理解成队长。就是那老演员，老演员，现在没什么姿色了，当队长了。哪儿的大妈吗？在到那儿以后先鞠躬。先生您好，自我介绍嘛。因为一号来自泰国，3万1000。二号来自韩国思密达。003号来自朝鲜查朗佩。004号来自德云社，吃了吗您嘞？缅甸北部的黑社会也是，都穷成这孙子样，就别找小姐了。我们4个大哥找一个小姐，4个人找一个，找的我。要不来真准，好家伙，垂涎于我都美死我了。再歇会儿吧，知道吧？哎呦，这帮人啊，咱骂你队长带着这3人出去以后啊，关上门，4个人撒到摁沙发上，就把我给扒了，扒了，旗袍、头套。钱包、钥匙、手机全都给我拿走了。哎呦，哎，不是垂涎于我的美色，就是看出来我是男扮女装，是脱胎换骨，就为了要钱，想我堂堂的德云父母，进步了都如此的底步，那叫底步，我现在就剩底步了。活该，你就欠这个，好高骛远，知道吗？自己心里边这事儿根本做不成，非得往上努。我告诉你，张国平，今儿我得说你两句。这话聊到这儿，净看人栾平现在挣钱了，他当初付出过，看人现在火了，他当初承受过，啊，别老看着别人眼色，做好自己，人家是人家，你是你。虽然栾平比我小一辈儿。我比他大一点，最终
但是那也不妨碍栾云平在我心目当中是最崇高的人。你脸真是太客气了，墙头草两边倒啊，像我是墙头树似的。哎，你看，你以为我在缅甸我回不来了吗？就回不来吗？我在缅甸回不来也挺好。哪儿好？缅甸。